树木可以美化环境，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。望住茂盛嘅树木，人都醒神啲。但随住天气变化，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，树木会病、会老，甚至会离开我哋，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噶，小心啊！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，请打去1823，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。树木附近咪逗留。